往复修南飞机。现在风大概两级多，不到三级。我们目前是在马场定的返回场，这个场地下面就是河道哦，这里可以看到再放它的翻滚，好，再回来广播。这次飞机也是老杜的 F22， 是广富到潍坊的时候带回来的，也是台湾第一次老杜的 F22， 然后之后就买了很多很多，这一次可以算是鼻祖了，潍坊老杜的 F22 在台湾的鼻祖。这是广富啊，非常专注的。好啊。